大火逼出肉汁，五花肉片在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，但中秋节想烤肉怎么生火得先学会PayPal。网络上流传两种生火方法，号称两分钟快速生火，实际实测看到底快不快。 第一种叫做无敌吸钢流，源自于日本，方法就是把四块木炭摆成正方形当做底座，接着把报纸卷成纸卷，增加燃烧时间，在底座上叠成三层井字形，最后木炭填满空隙点火。 过了两分钟，好像没网络传的来得快，报纸都已经烧光，但木炭却好像没烧过一样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一种四角堆叠法，把木炭摆成正方形，一层一层往上叠。点燃火种，从缝隙间丢到木炭内部，利用烟囱效应就能生火。但两分钟内要烧红木炭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不过两种方式比一比，无敌吸钢流火较大，但烟较多；四角堆叠法火较小，但烟也比较少。木炭你要产生空隙。 空气流通，所以你发现大楼在燃烧的时候，不幸发生火灾的时候，就会叫烟囱效应，就是它把它堆叠起来，然后火会往中间窜，烧温度可以拉高。生火秘诀就在于木炭要摆出空隙，让空气对流带进氧气。物理老师说，两种方法都能生火，但是排列方式太搞纲，光前置作业就得花上不少时间。三立新闻马超、林文信台北报道。